老师要带大家茶艺课。那首先这是桌旗，上礼拜我们有没有学到桌旗？看一下你的上个礼拜的学习单，桌旗是用来是烧水壶，烧水壶是用来烧水，对，烧水用的。烧水，对，烧水壶是用来烧水的，对。是拿出水柱子，水柱子是用来装水用的，所以水柱子要把水注入在茶壶里，对，好，这个是烧水壶。水柱子就是装茶用的大水壶。再老师拿出水鱼，水鱼是用来装多出来的茶，对。茶海，茶海是用来分配茶水的，没错。是拿出茶匙，茶匙是用来放置
对茶壶，没错。再来，老师拿出茶壶。对，老师把茶壶放在茶层上。台湾的红茶，好，那我们今天把茶叶放到茶罐里。香橙是用来烧香，对。再来，老师拿出荷香。荷香是什么？荷香是用来烧的。再来，老师拿出茶杯，茶杯是用来喝茶的。
茶罐里的茶叶放到茶壶里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茶针。对，也可以叫茶的汤匙。是拿出茶针，茶针是用来当我们喝完茶，里面会有茶叶渣，茶叶渣要怎么清呢？要用茶针。好，请问同学每一项东西都懂了吗？好，我们学过把，对不对？来，老师把茶壶放在茶尘上。老师把茶杯放在茶壶的前面，非常好。老师把茶海放在茶壶的旁边。好，你们都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老师要准备烧茶喽。我们用的是酒精灯，比较安全。我们有24行茶法，是来自中国很久以前的一位陆羽先生的泡茶方式。这个方式到日本变成茶道。对，日本是不是要用刷的？在台湾叫茶艺。好，那我们看一下24行茶法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是从静态到动态，像老师刚刚准备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从静态到准备东西是动态？所以全部准备好了之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就是备水。等一会儿。你们的教材第二页就有这一个。哎，对，刚刚老师做的动作都在上面。你告诉老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动作，第二页的东西呢是打乱的。OK，it's not， 你们要 match。他说什么你去找什么。对， OK， 第二页要立，you need to match them up。 OK， they are 连看，对，第二页 these are matching。 OK， 所以你们要听他说然后找到。 OK， 第一个老师说的，说的慢一点，第一个动作从静态到动态。第一个动作，你找到从静态到动态了吗？15，对，是15是一。对，24行茶法就是只有24个小方法。好，第二个呢就是备水，老师是不是准备了水，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备水。对，准备水就是备水。再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温壶。在我们还没有泡茶之前，我们要先用热水把壶做一次温热的动作。
说一边他在温壶，对。好，下一个动作是备具，我们是不是准备了非常多的工具，茶折、茶针、茶海，所以所有东西都要准备好，对对，等一下要泡茶请客人喝茶，所以下一个动作叫备具，有找到备具吗？第四，接下来我们要试茶，今天我们泡的茶是台湾红茶，所以我们要打开茶罐，看一下茶叶。用茶折，拿出适当的茶叶。叫赏茶，欣赏茶叶的颜色，闻它的味道。好，那我们请第一位同学来。当你闻完了，你就传给第二个同学，这叫赏茶。赏茶。赏茶。赏。对，欣赏茶叶。当你闻完了这个味道，你知道茶叶的味道，就给下一个同学，两只手捧着，对，双手捧着，闻它的味道，对，茶叶，然后给下一位同学。双手啊，要双手怎么能这样子哈？双手捧着，好。好的，碰到。哦，对。来，老师，我们开心。红是啊，红茶，对了，对，好。这个干的没有什么味道哎。对对，因为台湾的红茶着重的不是香气，台湾的红茶着重的是泡在茶里面很久都不会苦涩。如果我们在英国或在印度喝的红茶，是不是茶叶下去要赶快捞起来，不然你会觉得有点，谢谢，你会觉得有点苦涩。Bitter, 对，所以台湾的红茶是可以泡在茶壶里很久都不会觉得bitter。好，那现在老师把小茶的拿回来了，现在我们要温盅。刚刚我们温壶之后，我们要来温我们的茶海。接下来老师要制茶，找到你们的制茶，就是放置茶叶到茶壶里。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茶壶，因为刚刚有放了一些茶叶，茶叶不够我们就增加一点。
找到制茶了吗？放制茶叶的制茶找到了吗？嗯，对的，找到了啊、哦。找到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叫做闻香。闻香。好，趁着杯子是热的，来，我们请第一个同学两只手拿着茶壶，闻一下茶叶在壶中的香味，小心烫。要很小心的拿着茶壶哦。要闻一闻，闻一闻。是不是叫做背背呀、啊？背背背背有。那老师你那个好有有。那我们把背背那个地方改成背水好吗？没关系，等一会儿吧。好，背背跟背水一样的。好，一样的，对，好。好，第三个老师做了温壶，温壶有找到温壶吗？有。好，第四个背具。是找到了所有的工具，叫背具。有找到背具吗？有。再来，第五个，我们要试着把茶打开，看茶叶的状况。我们要认识茶，试茶。看到试茶了吗？有没有同学看到了？在几号？试茶是第几？第几号？试茶第七号，对啦，第七号。找到第七了吗？对。再来下一个试茶完，我们是不是要把茶叶拿出来叫赏茶？找到赏茶了吗？第九。第九个，对。不，赏茶是第六个。我们是六号，就是它是第六个顺序。好，再来下一个叫温中，我是把水倒进去温，对不对？温中，温中，温杯，就是老师刚刚说的第七个步骤是温中。看到温中了吗？有。再来第八个，老师把茶放进去叫制茶。放制茶叶在茶壶里，找到制茶了吗？制茶，第八个，第十八个，放制茶叶，制茶。不是，其实是制茶是第八个。
putting the tea, 第八个。对。制茶。制茶不是十七吗？不是，但是它的英文是第八个。OK， 你要画啊，制茶，制茶在哪？制茶，它要跟第八个连在一起。OK， 懂了吧？好，应该是这样画。OK， 好，没关系，我们一会儿会复习一下啊。咱们先把这个程序走完。好了，我们到前一个制茶之后，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动作？闻香。闻香。Smelling the tea. 闻香 ，smell the tea. 对了 ，smell the tea. Smell the tea. Smell the fragrance. Smell the fragrance. 对了 ，nine. Nine. 对了。冲第一道茶，刚刚我们是不是把茶叶放置到茶壶里了？制茶好了以后，我们要冲第一道茶。冲第一道，茶叶可以冲两次到三次，我们先冲第一次。是直接倒在茶杯里还是倒在茶海里？
泡泡现在超爱的。对，所以老师倒茶。倒茶好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备杯？备杯，就是准备好杯子要给客人喝的。有找到备杯吗？可以。好，备杯，那老师就要准备喽。备杯后来就是分茶，老师要从茶海里面把茶分到每一杯，这样叫分茶。下一个叫做端杯奉茶。老师的茶是不是泡好了？那我是不是要把茶给各位客人喝呢？所以老师要拿着茶盘送茶到各位的面前。那因为今天的茶这是第一泡，还来不及，所以老师在家里已经先泡好了。等一下我们用在家里先泡好的分给大家喝，不然这个量不够。是教大家在茶桌上的礼节。我们拿到茶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很安静的情况下，我们不说谢谢，我们会用两只手指头在桌上点点，叫做谢谢。两只手指头在桌上点点，也有同学会弯着手指头点点，都可以，这是一个礼貌。Tap the table. Okay. 点桌子上。桌子，对 ，on the tabl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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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对对。哎、欸，我也要。每个人都要吃。谢谢。点点，记得要跟老师授礼貌，两只手在桌上点点。周周，你教他一次，看桌子。点点，谢谢。A table. On the table. On the table. Put your fingers. On the table. Thank you. 哦，谢谢。谢谢。对啦，对啦。谢谢老师。嘿嘿。所以最后一杯一定是自己的，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喝茶，来，喝喝看台湾的红茶。老师，我想问问怎么喝茶？一口就喝完它吗？还是一点点的喝？喝茶要品茶，品茶就是第一个先喝一口小小口。含在口腔里面去感觉茶的味道，有的茶是甘甜的，有的茶是温润的，有的茶会有一点凉，有的茶会苦涩，所以我们喝茶第一口是小口的含。再慢慢吞下去，这时候你会感觉喉咙会有一股味道上来，这就是最后我们说的茶甘香，茶的香味会从喉咙上来，有同学感觉到了吗？喝完茶以后会有味道，有感觉吗？要不要再来一杯？我想问问你，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在我们形容红茶的味道，红茶是比较属于中度烘焙。我们烘焙有三种，就像我们 bake 对 bake 的 tea， 茶采出来是不是绿色的叶子？你看到茶叶是不是原本是绿色的叶子？那我们用中的火 medium fire 去炒它 ，fry， 对，炒茶，让茶在中度的烘焙之下会变成暗红色的，所以在国外叫 black tea， 是因为它颜色是暗色的，在台湾叫红茶，因为它颜色是暗红色的。要不要再喝一回？我想问问你，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对，形容茶的味道，我们用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形容
它的香气，第二种形容它在喉咙里的感觉。比如说我刚刚喝茶之前，我是不是会先闻一下，是不是我说这个茶闻起来很香。第二个，我们喝起来很顺口，很顺口 ，smooth， 很顺口。再来，好喝，想要再来一杯。喝茶不是只有喝一杯，在我们的茶的世界里，喝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老师可以把这个叫茶席，英文叫 tea party， 它像一个 party，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we get together to have the tea party，所以我们现在在享受喝茶的快乐，所以老师准备了很多茶给你喝，因为老师要慢慢泡，你们会来不及喝。所以泡给你们看，但是我已经准备了两个大水壶，让你们慢慢，不然老师泡这样子不够五个同学，还要等再一轮五个同学喝完，那五个同学发呆，再来五个同学喝完，十个同学发呆。所以老师准备了两个大茶壶，我们要不要来再试试看下一轮的茶？好。是同样的茶叶吗？是的，今天我们喝的都是叫台湾红茶，下一次老师会带别的茶叶让你们试试看。很好，我们这个茶叶，因为我们这次的汉字，我们这次课程叫做以茶艺带入中华文化，对不对？所以你们来之前是不是都知道要喝茶呢？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来参加这个课会喝茶？文化是讲的是茶，茶文化，茶文化 对，但是不晓得会这样子喝。好，那今天看到这样子的感觉，我们等一下会请每个人发言哦，每个人都要说说心里的感觉，好不好？那老师现在来。我问一下，就是他是用像我们在外面喝茶那个珍珠奶茶，也是用红茶啊？是的，是吧？其实每一种茶，它来自的台湾的产茶，因为台湾是一个高山区，产很多茶，所以你们在外面买的珍珠奶茶、翡翠绿茶，还有什么绿那个什么乌龙茶，其实都是。这样子泡来的，只是它不像我们是一个小壶，它是用很大的锅子把很多茶叶倒进去，再加很多水，开瓦斯炉 gas， 然后煮起来沸腾锅，然后就把茶叶捞掉，整锅的茶是红色的，然后才放到五十兰或放到珍珠奶茶店加冰块卖给你们喝。大家了解了吗？所以我们这个茶加冰块加牛奶再加珍珠也可以当珍珠奶茶。下次我们去外面买珍珠奶茶好不好？老师要用这个泡给你们喝珍珠奶茶不行。老师因为那个价钱不一样，因为是茶叶嘛。对呀、啊。对，是的。对。真正的珍珠奶茶泡的茶叶是便宜。对，那我们在赏茶，因为这个都是很贵的，这个叫做experience， 这种叫做经验，在整个茶艺的文化上，所以我们用的茶一定不会太差。对，老师桌上整套茶具30000块，老师桌上整套茶具30000块钱，台币30000块，所以老师泡的茶也不会太差。要多一点，要多一点吗？没问题。那下个礼拜很贵的茶还是要请你们坐在这里，
用老师的方法，24个行茶法，老师教到一半哦，等一下还没教完哦。下个礼拜每个同学都要坐在这里泡给老师。要小心。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我现在想到一个一个好事，台湾有十种名茶，我们能不能把十种名茶都买来？啊，是钱，我要想想，对呀，我要想想钱要多少钱。有，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每个人做一次，一个人做一种茶，然后我们就知道每种茶的味道是什么，然后怎么用语言去形容那种感觉。因为现在我们只喝一种茶，所以不知道不同。我看我的口袋里有没有我也要看一看。老师下礼拜会带十种茶。不是哪个老师？是哪个老师啊？你的老师还是卢老师？张老师，对，张老师两个一起。别担心，卢老师家里有很多茶，所以不要担心。而且我告诉你，男生啊，要泡东方美人茶，这个很贵的茶就让张老师买。我看有没有东方美人茶是台北附近的茶，是非常好的茶。对，是但是你听这个名字哈，东方美人茶 ，Eastern Beauty Tea。所以呢，我们会给男生去泡。男生泡了，我们喝了都会变成东方美人。所以张老师要买东方美人，然后卢老师会准备其他的茶。那每一个同学要把24个行茶法都学起来。每一个人坐在这里，老师会拿着你的手机帮你录起来。对呀、啊。然后不可以打破30000块。好不好？要很小心，很烫人耐。打破了，你们要赔钱。没有问题，老师很乐意接受到新的茶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池中奉茶，老师是不是奉茶了？对不对？哦，不，你已经端杯奉茶了。那现在我要泡冲第二次茶。好，老师现在来冲第二次茶。有找到吗？中奉茶一样做第二轮的奉茶，所以现在老师先帮同学们做第二次的倒茶。老师可以拿茶匙来帮同学们奉茶。请你们把茶壶放在茶匙上。茶杯吗？茶杯，对，把茶杯。好。
茶之前要记得老师说的，第一口先闻香，第二口含在嘴里，第三口慢慢的吞下去，第四口感受从喉咙出来的香气。池中奉茶是不是做完了？老师刚刚泡第二道茶，再来池中奉茶，是不是都做完了？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茶食供应。豆糕。那个绿豆糕是夏天吃的吗？哎，对，糕点。其实，在古时候的中国，喝茶都会有茶点，有的时候是花生，有的时候是糕点，有的时候是像我们吃过的瓜子。老师，我想问问这些茶有咖啡因吗？所有的茶叶都带有微量的咖啡因，但是咖啡因越多的茶是属于比较应该这么说，如果您要问的是容易睡着还是不容易睡的，深茶就是像绿茶是浅烘焙，它在 bake 的时间很短，它泡出来的颜色是绿色的，这个就是很容易让你睡不着的茶。可是越深颜色、越红颜色的茶越好睡觉。哦，对。
所以晚上可以喝红茶，白天不能喝，白天要喝绿茶，因为要不然你睡不着觉。嗯，了解。好，还有谁需要茶？吃茶点的同时要配茶，才会知道茶点的美味。有。嗯，烘茶跟发酵有什么关系？发酵，发酵是指茶叶，茶叶因为我们要制作茶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茶叶放置一段时间，让茶叶当中的酵素。让茶叶当中的酵素发酵，那你如果酵素发酵的比较多的就是熟茶，熟茶就是指颜色比较深的茶，那你发酵时间短一点的就是青茶，青茶就是我们说的绿色的茶。发酵懂吗？发酵是 fermentation，所以呢，如果发酵短就是绿茶，发酵长就是红茶。对，请问啊，请问，请问你又亲我了，请问啊，可以这个方法啊，可以用你做滑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吗？啊，老师，请问做花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吗？知道吗？花茶。不懂。我的先生他喜欢喝豆蝶花。啊 ，OK， 花茶跟这个茶有什么不一样？花茶。只是在茶叶里面加了玫瑰花瓣，或者加了很多像是可以食用的花草叶，像薄荷。其实它的基底 basic 还是茶叶，只是你就像你巧克力，巧克力加上了不同的东西就叫榛果巧克力，如果你加上杏仁就叫杏仁巧克力，所以花茶还是茶。Okay, so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the flower tea is still tea. You just add extra ingredients to it, like whatever flowers that you might like. Okay. So you can still make tea like this, and then you just add on top. Okay. How?那我们在下一个步骤要接着说喽。茶匙供应完了以后是什么呢？老师，茶都泡好了，点心也吃完了，这个 tea party 就快要 ending 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老师要准备收整个茶匙，现在老师要去渣，去渣，打开我的茶壶。用茶针把茶渣去渣对熬出来19好，看得到去渣的动作了吗？去渣二十对二十好，接下来我们要涮壶就是用一点水让壶里面的茶渣均匀的泡出来。刷壶是不是？刷壶，对。刷壶好了吗？再来下一个叫归位，归位就是所有的物品都要摆回原来的位置，因为等一下我们怎么铺茶席的就要怎么收。好，找到
归位了吗？归位。归位。对，归位。找到了吗？好。再来轻中，下一个归位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像老师刚刚茶叶罐放在这里，茶则茶针放在这里，有时候你在泡茶的时候它会移位置，对不对？有时候它会移位置，所以我们要回复到最早你泡茶之前它所在的位置，叫归位。好，再来我们做的是轻中，这些茶水都要倒掉，因为我们要收桌子了，所以茶杯里面的茶、茶水里面的茶都要清干净。对，这个叫清中，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清中，好，然后最后收杯。就是要向各位同学把杯子收回来咯，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想多喝一点茶，对不对？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先不做。如果在我们泡茶的过程中是应该要收回来，因为要准备清洗，要完结了。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有课，老师准备了这么大壶的茶要给你们。都要喝完才能走，所以我们就不收杯了，好不好？但是你们要记得，收杯是第24，就是收杯就结束了，了解了吗？好，那老师为了给你们多了解，我们桌子不收，然后现在10:30，各位休息5分钟。然后等一下5分钟回来，我们再来讨论刚刚各位对于这个茶艺课的感觉 ，OK？ 好，那我们先下课。好，休息5分钟啊。好，休息5分钟。